酒吧门口黑衣男悠闲抽着烟，下一秒力头走出另一名白衣男，双方将没几句话，紧爆发口角，白衣男有人出来助阵，在骑楼爆发拉扯，还把人逼到角落猛殴狂踹。当街围殴，喝酒啊，喝一喝打起来啊，很严重啊，愤怒都跑掉一次嘛，好像有一点都有打掉一次。快打部队赶到现场，酒吧内还你拉我扯，打个没完，上演大乱斗。志愿警力到场，把失控的酒客连拖带拉，好不容易才拽出酒吧。晚上比较吵，都很大声啊，吵到他们都没办法睡觉。酒吧闹事连连，居民早已不堪其扰。事发就在中和成功路上的这间酒吧内，16号凌晨3点多，曾男等3人结账正要离开，看了一眼旁边的王姓男子，王男脱口而出：“看什么？”没想到酒